about it right now, everything's okay. No matter where you find yourself, no matter what kind of stuff is going on in your life, underneath it all, everything's actually all right. You're okay. You have more power than you like to give yourself credit for. And if you have something that's going on in your life right now that's challenging or painful, I'll remind you that you need to take a little bit better care of yourself. Thank you.
讲啊？你怎么漂亮不讲？大家好，我是 I 小姐。大家好，我是 Y 小姐。因为地球太危险了，所以我们来到了火星。耶！好啦，开玩笑，我们现在是位在 Utah。我们两个在我们的五天的 road trip， 还有跟两条狗跟我大表哥啦。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不是真的很像火星？但是我要郑重的说明一件事情，非常抱歉，我真的没有办法提供这里的详细位置跟详细的资讯。那至于为什么的话，我会把解释打在下方的资讯栏，可以去看一下为什么无法提供，好吗？但是虽然我无法提供呢，我可以给你们三个线索加一个提醒。那第一个线索的话呢，就是这里是 Utah。 对，就是这个地方在 Utah， 这是第一个线索。然后我当初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也就只有这个线索，我只有这个地方的照片，跟那个人跟我说，不好意思哦，我只可以跟你讲这在 Utah。 所以我跟我表哥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地毯式搜索，然后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的让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对，好了，刚刚讲到哪？第二个提示，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提示的话，其实我已经帮你们缩小很多范围了，就是在70号高速公路以南。然后第三个提示就是，麻烦你使用 Google Map 的卫星模式或者是 Google Earth 搜索，这样子会对你比较有帮助。然后最后一个提醒就是，这个地方呢不是普通的轿车可以抵达的，就是麻烦你，如果你真的有找到的话，麻烦你至少来个高底盘的，或者是 four wheel drive 的，或者是直接 jeep， 对， jeep， 直接 jeep 就好了。jeep 超棒。对，所以以上就是我给的三个提示跟一个提醒，希望你们都能顺利找到。那些如果要来问我说在哪里的，很抱歉，我一律都不会回，先讲好了。三个提示，那如果你们看到这个支影片，你们很想来的话，那有心的人一定可以找得到。那这算是业界的潜规则，跟我们去拍那个废墟的潜规则是一样的。对，就是他们认为说愿意花时间去寻找这些地方的人，相对的会对于这片环境比较爱护啦。因为你也知道社群的力量不容忽视，所以就是希望找到这片地方的人都能好好的爱护这片地方，然后一样把这个地方就是当作秘密吧。对，好，以上我们现在要去探索这片地方了，拜。这片地方并没有正确的名字，因为长得很像火星，我们自己就擅自把它称为 The Mars。这个处女宝地目前知道的人并不多，网络上也搜寻不到任何的资讯，所以对于这片土地我们还真的不太了解。实际探访之后，觉得这里的土质及地理环境还蛮脆弱且松软，想想啊，万一太多人来踩踏，出不了几年，也许这片美景真的会消失。这也是为什么不能透露详细资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力，我想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吧。而那些顺利找到地点的人，希望你们能给予环境尊重，如同你轻轻地来就轻轻地走，不留下任何垃圾，也不带走任何东西，不要当个老鼠屎，就让这片美景成为犹他州最美丽的秘密，好吗？哎，早安！我们来看日出，因为原因是日出跟日落因为光线折射不一样，所以所拍出来的照片跟影片也会不一样。对，日出跟日落的时候更能显现出这些石头它色彩斑斓的样子，然后其他时间来可能因为光线太强，所以它整个颜色都被盖住，就是看不出来这样子。对，所以今天又跑来啦。
只回本了，回本了。好啦，如果你喜欢这个地方，希望你顺利找到啦，加油！如果我能找到，一定也可以的。然后找到的话，记得当作秘密哦，保护这个环境嘛。好，拜拜。